我是吴若全，今天请知名的主持人杨月娥来跟我们聊一聊陪伴这个议题啊、哦。好，杨月娥小姐，大家都叫你阿娥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叫比较亲切，<laughs> 很接地气。我姓阿，名叫阿娥。其实杨月娥主持非常多的节目啊、哦，<laughs> 在呃对外看起来的公众形象就是很乐观，<是>很有能量，哈、哦，讲、嗯、话很。 大声，大声 <laughs> 口齿很清，谢谢。我觉得，其实观众跟听众啊，<laughs> 不管从你的电视节目或广播节目，嗯、都能够知道你是一个很踏实、嗯、很努力、很敬业的人啊、哦。嗯，但是这样的人，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忙，对不对？哦，忙于公务。是可是大家可能要看到我们杨月娥出版的最新的作品《采石、嗯、出版》这本书哦，《不逃跑的陪伴》，才知道说、啊。 啊！你在外面那么忙的公务哦，<laughs> 可能只占你生活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实、嗯、你有更多的时间，是在担任照顾者。嗯嗯、对，而且我是一个资深照顾者，嗯、不过。 若泉大哥，我在你面前，我可能不算太资深哦，十年你应该超越我的时间。我,我,我看你的书，我有认真比较过哈，那我大概呃有这样的心得啦，就所谓的照顾者的辛苦是没办法比较的，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错，你没有办法换父母，你没有办法换你的环境，对不对？而且就算每个人都有同样数量的手足，好了，那么彼此的个性跟互动也完全不同，所以真的照顾者的这种心。 辛苦真的是无从比较哈，嗯、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我母亲啊、呃、第一次脑干出血的大中风是在二十七年前哈，嗯、那时间来讲，我当然是时间很长啊。27, 嗯、那中间我就是照顾过我父亲，到现在一直我母亲还健在，嗯、我父亲是二十年前就走了。嗯、但是我看你的书是觉得哈，嗯、让我也很佩服你的是你。 重复就是搭在一起，<別>对，嗯、然<后>同时发生，而且你要照顾的对象很多，<laughs> 就是这个，因为你那高龄长辈哈。嗯 有高龄长辈要照顾的特质，好，就后来连你女儿都需要照顾，对不对啊？对。所以，我们呃，大概让听众朋友先概略的知道一下阿尔的照顾之路，也就是这个陪伴啊。呃，您刚才讲说，是十年左右，我们就先给大家一个概念了。这十年是怎么开始？然后刚开始要拜我公公所赐，那他不算太麻烦，他只是给我们有一些债务的问题，还有一些要赶快划清界限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烧钱嘛。 因为呢，他是在小三那里倒下来送回家中，啊、然后小三说：“我不是小三，我是小四。”那 <laughs> <laughs> 我就不知道一二三四还有多少个。所以你知道我常常在讲一些歪理，听众朋友不要听哦、喔，嗯、就是说，這种 就是非婚约感情关系的人啊，大家都想要做小三啊。谁要做正宫原配、啊？而小三都没有责任要负的，你知道吗？就享受两个人互动的欢愉就好了，<是 S 1> 对不对？是。其实你生病，你将来怎样？其实我没有责任跟义务要管你嘛、哦。可是我觉得那个小三不，那个小四，跟他应该是有生活上真的是像夫妻一样的情感。但是当我公公倒下的那个时候，他很害怕我们会甩锅给他。 他竟然对着我大骂，哦，而且他不骂我老公哦，他骂我，我是媳妇，你骂我干嘛？ 真正的儿子在那里啊，我们就在急诊室里面，必须要通知这个病患的子女，他的家属才能来签字，才能够决定现在要不要开刀。对不起，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你们都没有权限可以签字。嗯，是法律上是没有权利的，即使他是再紧急，还是要召唤我们过去签字。签完字以后，我们就想问他怎么倒下来的呀？那他就觉得我们在质问他，哇，跟我翻脸。像你这种人，媒体人。 就是什么话都敢讲，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我不会跟你们这种人做朋友，嗯、哦，谢谢。OS 好奇怪、啊，我也没有要跟你做朋友、啊，<laughs> 我也没想要跟你做朋友啊。欸、阿尔啊，嗯、经过你这样很短的、那么有画面的描述，嗯、我觉得这个小四超冰雪聪明的、欸。哎，哎，我告诉你哦，嗯、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说，我今天告诉洛璇大哥，你可以相信吗？这个小四还是老师，所以我说他很聪明啊。 就在你们众多亲友当中，他就知道要把矛头指向指向我哈。然后呢，其实他误会我的意思。我多问了一句说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是因为我认为他跟我公公有真的有感情。但是我不能够不顾及到我的婆婆，所以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打算？我想帮你折中。嗯。后来你把我骂了一顿以后，大家不要玩喽不要玩喽是是，我就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说那我们在医院，医院会告诉你可不可以。 查你的名字，隐藏，不让他知道在什么医院，嗯、不晓得让他现在状况怎么样。隐、嗯、藏，我完全不让你知道。因为你觉得，既然你们是有感情，<對>但是你用了这么没感情的方式来对付我，<對>那我也就知道怎么去对付你。所以我知道，我用这个方法是很残酷的。 嗯，因为也许对他来讲，比如说可以照顾一阵子我公公，或者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是陪在他身边，然后陪着他，是他真正想要做的。可是当这件事情不让你做的时候，嗯，连钱都不让你花了，嗯，我就把你切断，让你通通不行的时候，我个人认为那是对你最大的惩罚。嗯、真的让你知道说，当你在伤害别人家庭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夜夜独守空闺，我的婆婆青春岁月全部给了这三个孩子。嗯，当然我婆婆到。 先生这样子伤兵送回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情绪反弹。嗯，当然啦，他很矛盾哦。对啊，气死哦，破口大骂哦！你怎么我公公，你家妖你那豆萝来你家个逗凳哎，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小孩？真的是我公公没有在管家里。我先生大学就自立了，在外面自己攻读、自己读书，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他根本没有在管这个家。时不时开心就给你寄一张现金袋，以前还有现金袋，寄个三百块、四百块。 都一张一张红色的,的，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结果现在送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担起照顾他的责任。那因为他是气切，而且他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所以他必须要呼吸照顾。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做到，于是就放在医院里面照顾。我一样。 隐藏，你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个名字。嗯，就让这个外面的，嗯，小四，<laughs> 对小四，你就找不到这个人，无计可施，无计可施。嗯、我知道，对他是最大的惩罚，嗯、但是我必须顾及我婆婆。那我婆婆其实很矛盾，她、嗯、在骂这个人的时候，过了几个礼拜再来看，躺久了会有褥疮。嗯 或者是你知道指甲手啊会慢慢的弯曲，指甲还会长长哦，然后镶在肉里面，捞会捞地，手掌呢把它打开来会凉凉，腥腥臭臭的。那我婆婆在帮她擦拭手的时候，说：“哎呦，那捞会了，护理师是怎么顾的啦？”然后帮她换屁屁的时候，看：“哎呦，卡成那就坑了，这些那够味了。”你看到我婆婆那个焦急是真的。嗯，当初骂我公公。 也是真的。嗯,嗯，最有趣的是。 就这样子躺了五年的时间，我婆婆不断不断的去，每个礼拜都固定要去看我公公，也跟他说话，从大声说到小声说，这快快说到慢慢说。哇，洛泉大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疗、嗯。嗯嗯，那个对我婆婆来讲是很大很大的疗愈。他、嗯、把几十年来的恩怨情仇都讲了，讲、嗯、到后来就没有话讲，说他开始会讲说：“哎、欸，孙那瓦过追的，嗯、你看孙子，你你怎样不？你知道你现在几个孙了吗？” 我觉得他又把他当成是家人最亲近的人，在跟他描述每一个孩子跟孙子们的状况。嗯，那等到有一天我们也都知道他已经是植物人了，最后总要结束下课，怎么下课呢？嗯，他就在医院里面走到最后。嗯，那办丧礼的时候，嗯、我们认为不需要办丧礼。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公公有什么朋友。嗯，在哪里？嗯，要请谁？嗯，不必。嗯，我婆婆一定要办一个很大的丧礼。嗯。 都觉得他跟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办一个很大的丧礼嘛？嗯、我子女都怪他跟他吵翻了。我拉着我先生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跟他吵。嗯、我们明天去那个殡仪馆看一下时间表嘛，好吗、嗯？熊、嗯、多、哦、啊，听无呢？嗯、啊，只剩下一个钟的听，然后已经是下午傍晚的时间，无啊、嗯，多沒,没有时间了，只剩下这个时间。啊，但是没那么大可以嘛？我婆婆就可以。嗯，我也不懂为什么，可是那天告别式我就知道我懂了。哇，我婆婆的亲朋好友来。 在我婆婆心旁边安抚她，拍拍她，你不简单，嗯、你按安那凳啊，你可别安那个叫你了不起，你是只个伟大诶女性。哇，你知道吗？还要的是这一番话，你一定要讲一遍，而且每一个人要来跟她说一次，抱着她。我婆婆哭,哭得很惨很惨。嗯、这里面这个告别式，我公公的告别式的仪式上，除了他的兄弟姐妹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他的朋友的告别式。嗯嗯 嗯，就这样完成。嗯。哇，刚才讲到这一段哈，<laughs> 就是从父亲病倒到婆婆送他最后的这一程哈，嗯、其实大家看起来就是一种我们身为一个陪伴者跟照顾者的一个观察哈，嗯、也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哈。嗯哦 尤其是最亲近的夫妻哈，这种爱恨纠缠的矛盾的心理，嗯、这个告别是其实不是给别人，嗯、是给自己的哈，的可是我，可是我听到这个疗愈的部分哈，会觉得其实这也是阿尔哈看似无情哈，或快刀斩乱麻之后才能够有的过程哎。嗯嗯、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给你的婆婆，嗯、她无从疗愈。 老公在婚姻里面背叛他的伤心，<是>对不对？如果你想想看哦，嗯、中间那个小事还可以来回一直照顾，嗯、一直照顾的时候，嗯、你婆婆更是情何以堪，她、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调整到一个对的频率，哎<的>，因为至少她老公最后这一段，我这个正宫的角色是确定的。 对不对？你懂，你真的懂，就是就是这款的尴尬，对，就要这个感觉。听众朋友可以去看那个电影《孤卫哈，你看那个女主角有没有？你看那时候，公公回家的时候还是一个病体哦，他是大体耶，他就是已经过世了才会。你知道那个那个那个大老婆，你怎么能够放得下？情何以堪？对，他怎么会不需要疗愈？他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抚慰。我觉得也是哈。 因为，我觉得你真心的付出，你才能够观察的这么深刻，对不对？你才能够在这些生老病死当中，哈，我觉得。 它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体谅，哈，嗯，所以你跟你婆婆一直相处很好吗刚开始不好，嗯，这也是因为我婆婆类似单亲，我现在是类似单亲，因为公有有有爸爸，可是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嗯、所以是我婆婆独自带着这个儿子还有三个小孩长大。我老公是老大，嗯、所以我刚结婚的时候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婆婆一直在跟我较劲。 嗯，<noise> 我的先生很像是他的老公，嗯 <noise>，又很像是他的大儿子，<noise> 是。他万事都要问我先生的意见，嗯，<noise> 然后他都要拉着我先生在旁边。但是我结婚啊，嗯，老公是我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老公就在中间，经常被我们拉扯，往这边拉，往那边拉。那我也是一个职业妇女，我以前个性也很强，你拉拉看呢，嗯，我是可以有赚钱能力的哦，嗯，所以我以前很不好啦，我就容易拿钱砸死他，嗯，就是一副我可以做主意，这个事情我可以买。 嗯、这个事情我可以处理，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得到。嗯、用这样的方式去贬义我婆婆，立德齐级的家庭主妇娘娘，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较劲？嗯、这是一个真的很错误的示范。嗯、当时对我来讲，我也只是想要较劲，想要一种赢的感觉。嗯嗯、我要觉得是我才能够掌握我老公，不是你啊。阿、嗯、啊，不，不是你哦，现在是我。嗯嗯、可是较劲完之后。 有谁赢了吗？真的没有。嗯、我我大概结婚十年以后，我才慢慢体会，还是一个命理老师给我提點醒你的，點醒我的。嗯、因为我已经跟我婆婆个婆,婆媳过招千百回合，嗯、她不舒服，我当然也不舒服。后来是濮阳老师，他跟我讲说：“阿娥、嗯啊呃，我跟你讲。” 对你的婆婆，钱都敢她我死呀！嗯，什么叫拿钱就砸死她？我已经，我已经很强势了，我要再拿钱砸死她吗？她说不是，而是她喜欢的，她爱的，你都尽量的宠她，满足她。嗯，我心里的 O S 是凭什么？为什么？干嘛要？后来老师跟我讲说：“你相信我，你试试看两个礼拜嘛，看看会怎么样嘛。”我想说也没有什么妨碍后遗症，那就试试看吧。婆婆看上的衣服，我给她买。 婆婆爱吃的点心，我就买给她；婆婆喜欢的餐厅，我就帮她订。嗯，就这样。嗯，大反转有什么变化？后来我发现，我婆婆会以我的意见为意见哦。然后我婆婆会很在乎我。她<哇>有一次用一个手帕放了一个凤梨酥，嗯，包起来拿给我，嗯、好感人啊、哦！这老人家。 最珍重的心意，不过就是个凤梨酥，在我老公面前，觉得我老公觉得，妈妈，你凤梨酥那有安尼包啦？个人起就慎重的心，男人很慎重，男人你不都这样。有时候是包凤梨酥，<對>有时候是包一百块啦，<對>就是老太太的手绢里面都会。<laughs> 包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了。而且当我我妈妈倒下来的时候，他看到我妈妈经历的这个急救的过程，他曾经交代我说，他叫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叫准过，嗯、月儿用叫月娥啊，我喺度讲，<laughs> 月娥，我喺度讲，有阵刚我喺求你妈妈那逗倒嘞、嗯，你你都爱搞我声音哭哦，不我很爱干净。哦 Wow, 他交代我一定要每天帮他洗澡，多么信任的托付、欸！那我当场拒绝他。嗯，为什么拒绝？我跟他讲说：“ <laughs> 嗯、妈，豆你和狼叫狗不舒服，嗯、躺着被照顾并不舒服。嗯、我祝福你不要有这一天。”哇！可是我很高兴，我们之前的那个婆媳过招到最后，婆婆是把我当成最重要的人托付，嗯、把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嗯。嗯 交代我，对啊。也许别人听起来没什么，但我知道他是神圣的，他已经对我非常非常的信任，而且它是一种关系的翻转，哈，这比考试考一百分更难呢。你知道这个翻转让我得到非常甜蜜的果实，我到现在我经常跟婆婆讲的就是：妈妈，外因后，喜力后果来，真的，我的幸福是你给的，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老公，真的，关系就变了耶。是，所以人家说。 太极应该公开些哈，有时候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呃有一点直哈，甚至是有一点粗率哈。可是你策略要应用在对的地方嘛哈，你是用你能够表达你的心意的方式，让他也觉得他受到了尊重哈，他就能够因为自己在得到。 尊重的满足之后，回来懂得要尊重你啊！这、嗯、是杨月娥啊，在担任照顾者的角色里面啊，学到的千万分之一的智慧而已。还有非常多的智慧都在彩池出版的这本书《不逃跑的陪伴你》里。<noise> 我是吴若全，知名的最受欢迎的媒体节目的主持人杨月娥，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不逃跑的陪伴》，分享的是她这么多年来担任照顾者的学习、付出，也增长了她的智慧，哈，让她在很聪明的个性跟很踏实的努力之后，得到一个更。 温暖跟圆融的心啊！好，我们知道你照顾公公哈，那后来人生又不同的阶段里面，又照顾了很多不同的对象，妈妈、妹妹还有女儿。嗯，那妈妈其实是在公公已经倒下来几年后才发生的。其实老人家有时候会彼此看哦。我妈妈看到公公那样，因为我公公以前就很风流嘛。嗯，然后我妈妈就会嘴巴不好，真的不行。嗯，我妈就会讲：你看，哈，啊的风流啦，今嘛阿来倒来了哈。 对不？那我上面喝下场，何必呢？哦，讲的鼻音还从这碰出来啊、哦！<laughs> 然后我就说嘛，这没有人愿意这样子，他、啊、就是碰到了。万一我们也是碰到这种状况，我们也是也要就特别的怜惜一下。我怕我都不得衰个，嗯 <laughs>、哦，我袂他我袂，我袂他拍瘟呐、啊！哦，我觉得。 有时候跟老人家讲这个实在是讲不通，他有一些诅咒的话很容易挂在嘴边，很随意的就冒出来了。嗯，我都在练习说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讲好话，不要把那种恶毒的话挂在嘴边，当成好像是你很了不起，你很会讲这种话。嗯、这或者你以为我是长辈，我讲了你又怎么样？嗯 但我真的觉得对你不好，嗯，真的对你不好。嗯、我妈妈是有糖尿病的人，所以她倒下来的时候，只是因为一个发烧，一个晚上就屎尿失禁，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血糖飙到八百。 嗯，如果不打马上插管的话，他就会立刻多重器官衰竭，心脏衰竭，最后还是衰竭了。但是，因为我们做媒体节目这么久，我其实很知道，说我妈妈七十一岁这样倒下来，她有没有梦想要追，她有没有什么愿望还没有实现，我知道是没有了。嗯，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一关博得过去，那就救。 活不过去，我想放手。嗯，但是我妈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嗯，我还有其他的手足。嗯，那就在我已经决定说，我不要插管，我不要救，让妈妈搏搏看。其实我哥哥妹妹也同意了，嗯，也同意了。但是因为我要录电视节目，所以我先离开，然后我再回，我去处理一下事情再回来。我才一脚跨出医院没多久，哥哥就打电话来了。医生会告诉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救？这可以救得回来的啊！插管只是……” 一时的，那以后状况好了就没事了呀。嗯、那我哥就认为说，嗯，一定是这样，他就要救，他就救了，嗯、他就签字了。 嗯、签字这件事情不用我们三个人都签，只要有一个人签你就回来了。所以《不逃跑的陪伴》这本书在后面我还特别提到，非常非常诚恳的希望所有的朋友把病人自主法想一遍。嗯，嗯如果你提早有交代，嗯，心理咨商师也讨论过了，嗯、家人也帮你签字了，嗯、有一天就会遵照你想要的方式，嗯、无效医疗或者不必过度的急救，嗯、这些就可以遵照你的方法。而且他会记住在你的健保卡里面。<沒 S 1> 就 插进去，医生就不用再问你的家人，哈<是>、啊，医生知道你自己有决定，对你的病情发展，<對>在没有办法治疗或不需要急救的状况之下，你自己的自主决定是什么？是很多人是你这边说我不要，可是如果在国外的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不行，<laughs> 我要救，那你还是会回来哦。我妈就这样救回来了。<laughs> 哦，从外面赶到急诊室的时候，我哥哥人不见了。嗯，哎呀，人跑到哪里去了？不是叫你负责顾妈妈吗？你是打电话告诉我，你已经签了，已经扎了，那你人呢？我就到处在急诊室找他。我就在急诊室某一个角落的墙角边，嗯、看到我哥哥跪在那里祷告。嗯，主耶稣啊，请你要救赎我的母亲啊！嗯、我希望她可以活过来，我愿意用我的寿命折寿给妈妈。嗯、我希望可以带妈妈去吃美食。 我希望可以带妈妈去环岛旅行。我会听妈妈的话，我会当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就站在哥哥的旁边，听他讲完这些话。嗯，听他讲完这些话以后，我竟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嗯，我已经带妈妈出国旅游过了。嗯，我带妈妈去住饭店，带妈妈去享受美食，陪妈妈惬意的午后晒晒太阳，喝杯啤酒，都我都陪过了。我当时没有遗憾。 可是哥哥满是遗憾，是我气死。他坚持要插管救回来，就是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些遗憾嘛。<是>对，你知道这是很多家庭哦，就是有在直接做陪伴跟照顾的子女，嗯、跟没有在做陪伴照顾子女的最大的差异啦。嗯、因为你已经尽了力了嘛。<是>好，那那一些平常没有在付出、没有在关心的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啊，嗯、因为他总是想要。 嗯，再弥补一下这个缺憾。是可是看过你的书就会知道，哈、嗯，就是那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在陪伴跟照顾，嗯、所以他往往哦，就算危急关头有那千万分之一的心意哦，<錯>但因为他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做，哈、嗯，你也可以知道到最后这个照顾的。 重担其实又回到了杨月娥身上了。对，也因为又回到我身上，我心里面难免会有不平。于、嗯、是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赖佩霞，我真的是情绪已经快要爆炸了。我就跟佩霞老师讲说：“佩霞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这猪头哥哥，我也换我再骂我哥哥，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决定？”嗯、我哭完骂完以后，佩霞就叫我冷静冷静。阿娥阿娥，如果说。 这是你妈妈一辈子一定会碰到的一个关卡，一个考验。嗯，那在哥哥家照顾的时候，他倒下来了，嗯、你很生气。但我们换个场景，妈妈还是会碰到这个考验。嗯，可是是在你家，你照顾的时候倒下来了。嗯，你要不要你的手足怨恨你一辈子？嗯嗯，嗯嗯 <laughs> 我倒抽一个冷气，我当然不要，嗯、我当然不要。他又追一个问题给我，他说：“阿、啊、尔，如果……” 你现在觉得抱怨你的哥哥，抱怨你的手足，好到底还在计较谁要做的多，谁有没有多付出一点？那如果你像我，嗯，我赖佩霞是单亲妈妈带的，而且我独生女，我没有手足，嗯我的问题根本非常简单，嗯、我没有人可以计较，我没有人可以 argue，我没有人可以 c o m p r a i n 嗯，哇，这两个问题一问之后，嗯，我忽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抚慰，嗯，就是说对。 没有人可以代替任何人，嗯，也不会是哥哥害妈妈倒下来的，嗯，他、嗯、就是一个感冒，嗯，那我们能做的是，比如说借由《不逃跑的陪伴》这本书，提醒很多长辈朋友，不要轻忽你的发烧，发烧一定身体在发炎，是、嗯，你可能觉得我睡一觉以前都可以，嗯，你这次不一定就可以，是，你看下，讲没关系啊，我就我就躺一下，明天早上就 OK，哎、嗯欸，不是哦，嗯、是，不是哦，嗯、你宁可在没到半夜之前。 赶快去急诊一下，或者下午觉得不舒服了就赶快去门诊一下。嗯、没事，好好回来睡觉嗯，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嗯,嗯所以其实，在照顾的这条路上面，我确实是计较过了。嗯。可是，在计较以后，我都觉得是别人很计较，他们在给我下指导期。但是，我在书里面真的是坦白的去面对我自己。写书是一个很好的书法。嗯。写着写着，我有看到我自己，竟然是气度如此狭小。嗯。我其实绕来绕去，我还是在计较啊。 嗯嗯嗯我还是在计较谁做的多，谁做的少，谁爱的多，谁爱的少。嗯嗯，我忽然觉得我的心很不干净。嗯，然后我又告诉自己说，我不应该去指责我自己。 我已经承担了，嗯，我已经在面对这个现实了，嗯，那我就好好的走这条路，好好的来照顾他。嗯、是妈妈急救回来之后，我们请了看护，我也想建议大家，你知道看护也不容易，我书里面也有分享。医院里的看护不是你要请就有啊，嗯，要登记啊，是，要排队啊，<是>来了以后有时候素质参差不齐啊，嗯、有的看护来他们也很聪明啊，看他看到这个要抱要搬要洗澡要干嘛的，嗯，不好照顾，嗯。 就跑掉了，嗯，你就要再找人，而且看护是要给现金的，嗯，七天就要结算一次现金，嗯，跑都不能跑，你没有转账啊，你要马上拿现金给他，嗯，那就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这样照顾，最后还得要回家。医生觉得可以，我看我妈妈不行啊，因她根本没有起来，她是瘫在那里的，嗯，但是医院有一定的时间，你不能住太久，嗯，他是觉得你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子，请你们带回家，带、嗯、回家又是另外一条路。 我要怎么安置妈妈哇这真的是一个好重大跟困难的决定哦。那么后来怎么处理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Ealing Sun, I like Ray.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吴若全。今天请资深媒体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杨月娥来跟我们分享她最新的作品《不逃跑的陪伴》哦。刚刚有聊到，哎，家里哈、哦、有长辈像妈妈这样突然间的倒下来哦，所有的兄弟姐妹其实都手足无措的时候哦，到底要怎么样安置呢？是要？ 回来家里照顾，还是要送到养护中心去呢？阿、啊、娥，你怎么看？其实我不反对，像是一些养护中心，事实上人家做的很好，嗯、非常好。可是当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坐下来要讨论的时候，我们背后都还有一个人，我的老公，他的太太，哦，我妹妹的老公，我们等于是六个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嗯，明明说好坐下来要讨论这件事情竟然鸦雀无声。嗯。嗯 哎，每个人说，哎，你中午吃什么？不是啊，那你明天要怎么？哎，我们不是现在要讨论这题吗？大家在外面绕半天，大家不敢碰触那问题的核心。对，因为谁一出生就要扛下重任？那你扛下重任，你要回头看一下你后面那个人表情怎么样哦。嗯，<laughs> 是不是？你要不要回头看一下？后面那个人是我们的另一半伴侣嘛？<laughs> 对，就你要扛下这个重任，你要看你。 伴侣支持不支持？是没错，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告诉我是比较冲动型，嗯、我会先讲是我。那我那天告诉自己千万不要 <laughs> <laughs> 踩住刹车，其实这就是,是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挣扎，对不对？我至少先不出声音。嗯、哎，结果不要绕绕绕，我说哎，已经帮我们办了那个出院准备了，那是不是我们要讨论一下妈妈这件事情？嗯、后来哥哥就冒出了一句说：“我是觉得其实安养院也是不错了。”嗯。 我明明也觉得安养院也是不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这句话从我哥哥我哥哥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竟然觉得生气，嗯、反对，嗯、不行，妈妈是有意识的，那他会觉得他被遗弃，我觉得要在家里面照顾，嗯、那当然又又沉默了，嗯、就没有人说话，通通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低头啊，也没有划手机哦，最后是我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嗯，我们带回家。 先生的支持，对先生的支持，他还给大家一个楼梯下。他说啊，因为我们家有电梯，嗯，确实是我现在到处跟他讲说，不要再买套厅烟了，嗯，要买一层楼的了，还要有电梯啊，<laughs> 一次到位，通通就完整的，否则你真的就回不了家。这是先生的体贴跟善良啦、啊，对,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我先生有没有后悔过，因为他可能不见得知道会躺七年哦。 嗯，他可不会觉得啊，反正就因一中不好吗、啊？虽然躺七年，哎、啊、呦，有这个这么好的太太是一辈子的、啊，用七年换她一辈子很值得呢。嗯、若璇大哥，这你要跟我老公讲一下，哦、他确实是很棒，他不光是这个尬词我就很感谢他。嗯、但是问题再想深一点，我又觉得其实我老公城府也很深。嗯，因为。 你现在此刻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如此的挺我，帮我做了这个决定，嗯，你也知道我真的确实想照顾妈妈，嗯、让我可以带妈妈回家照顾。你这样对我妈，嗯，我将来会怎么对你妈？对呀、啊，而且他应该是不是他的胜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laughs> 照顾过他爸呀，是啊，对对？呀、啊，我没有出过钱呐、啊。他看在眼里，他有这个 credit，他他对他这次投资是有信心的，<laughs> 你知道吗？你买过某只股票，让你赚过大钱，<laughs> 他下次跌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要再买、啊。所以我告诉你，你讲的这个就叫做事实。可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事实。各位，你如果把事实想的深一点，你就不会在那个情绪跟生气上面而糊弄了自己，没有看到事实。 的全貌。你如果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不想照顾这个岳母，嗯、当然可以决定我就把烫手山芋丢给别人。嗯，可是你必定会在我心里面埋下一个因子，觉得说妈、嗯、呀，你这时候竟然没听我。对，嗯，你觉得这个种子一旦烙印在心里面的时候，嗯、它不会长大吗？是夫妻很多的不悦跟很多的一些小事情，都是小事，没有大事，真的，真的都是小事。很奇妙，就是累积久了哈。 自己就是有一口很大的怨气跟恨，可能你教他讲出来说到底是为什么？<对>他也许一时之间他也说不上来。就是这一些小小的东西弄到两个人就形同陌路，就觉得你跟我的心是不在同一个支持的点上的。真的，所以人家台湾话讲的是“修美不？哦，吵架的本钱哦、啊。嗯、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哦，我大概结婚十几年，小朋友都上小学了吧？我、嗯、那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跟我先生吵架，吵翻了。嗯 好好多事情吵到我生气到我离家出走，嗯、可是我好孬哦、喔，嗯、我就是只有去外面公园绕一圈，<laughs> 一下就会 <laughs> 我就回来了。是，然后我老公更孬，嗯，我离家出门门都已经飘出去了，他竟然没有追出来，嗯，他就让我自己去绕、欸，哎，他应该是对你有信心，知道你不是不是，他是他是慌乱，他是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哦、是、哦。那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笑话？我总还是要回来嘛，嗯、我就又乖乖回来了，大家都睡着了哦，就好。 那天晚上不得了，我就真的跟他吵翻了。我就告诉他，嗯、哇，这些事情没办法讲的，很多人多他也不让他睡觉，我自己没办法好好睡睡觉。我自己冒出一句话，我都觉得好好笑。还不知道在我心里面多深多深的一个地方，我竟然冒出一句说：“你当年都没有跟我求婚。<laughs> 翻<丈>”翻旧账，我好便宜哦，我就这样嫁给你了，做牛做的马到现在。哎、欸，我也不懂为什么冒出了一句你当年没有求婚。就我现在想起来，一定有原因啊。 他确实是没有求婚，是啊，就是没有仪式。嗯、可是他是他是被我误导，因为我金牛座，我觉得不用那个仪式感，<懂>给现金就好了。在那个当下，就是想讨一个公道嘛。后来他也变聪明了，隔天呢，他去买了一大束花，在我的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哦，<laughs> 再求一次婚，在小孩面前求一次婚。<laughs> <哇>前一阵子小朋友就过年的时候讲的这个笑话，我都有一点忘记了。就他们两个说，对呀、啊，爸爸就很可怜的买了一束花，又在跟妈妈求婚一次，所以妈妈你不要说爸爸没求婚了，爸爸。 求婚我们都看到了，哎<哇>、欸，各位，那是在都已经有家有小了以后，你才求婚，当时真的没有求婚。所以我想那个修美不？你就是你真的问我有什么事情生气，我也不一定知道。其实感情啊，婚姻，或你说这个照顾哈，嗯、就他有一个资产负债表哈，有一个借贷平衡呐、啊，<laughs> 就是说你为这个人哈，就是付出，他<對>一定基于某一种你对他的恩义嘛，哈。那像因为你现在是可以。 就是觉得你可以在公平的立场上面哈，你既反省自己，然后也还给对方公道，这是你的厚道嘛哈。但是我相信你也不是一个那么计较，因为在很多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也没有去想说。 他过去对你好不好了？你都在当下，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是这种很热血热肠的心，就是那一个当下你就已经决定要承担了。可是你知道吗？那一张资产负债表，那个借贷平衡哦，其实不是你自己填的啦，那个表在老天的手里啦。对你做这么多，你看看你先生对你的爱，哈，那书上写了很多。你看你小女儿李冰，你的陪伴到她的康复，对，你不觉得这些都？ 是对你最公平的回报吗？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所以他都往好的方向去。没错<錯>，有人也讲说：“哎呀，你有什么资格写这些照顾事？你都是很倒霉，很怎么会碰到这么多鸟事呢？这有什么可以拿起来说的？”嗯、可是看完以后，竟然觉得说。 哇，这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是因为他表面上写的是一个承担嘛，哈、嗯，因为没有人天生就愿意来当这个照顾者嘛。是，但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嗯、你变成一个不逃跑的陪伴者。 表面上写的是这一些照顾跟陪伴的故事，是可是我觉得阿尔写的是一个自我内在的成长的故事啊、哦，嗯嗯嗯透过各种事件来关照自己的心，<是>来了解自己的爱可以承担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付出到什么程度。可是我们读者看到的啊、哦，也是老天，你的家庭跟你的女儿给你满满的爱哦。<的>所以也让所有的朋友来读这一本好书，<是>《不逃跑的陪伴》。谢谢 I like。